这一生我等得好长，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，这一世我爱得好伤啊，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。我的战马飞踏，为你平天下，你的琴弦拨动，伴我笑天涯。愿为你舍江山，为你卸铠甲，愿牵你的手，陪你到青丝变白发。大名鼎鼎的镇北王果然不同凡响。原来你喜欢这种感觉。你看他头戴面具，颇为神秘，身披战袍，威风凛凛。放眼天下，像这样的青年俊彦能得几何？实属凤毛麟角。更何况他身份尊贵，这堂堂的镇北王，别说是娉婷了，天底下所有的姑娘怕是都能被他勾了魂去。王爷觉得呢？镇北王确实人中龙凤，难怪娉婷爱你。不过这冒牌货嘛，本王的意见跟娉婷不同。你说了他这么多好处，哪里好？本王得好好修理他一下。今日事成之后，自会有人收拾他，何须王爷亲自动手？娉婷，你赞了他许多话，本王得要亲自动手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不许笑，这是正经事。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出发！出发！出发！打开！诸位将军，老臣来晚了，让诸位将军受苦了。怎么回事，张少主？诸位将军有所不知，陛下又发狂症，下旨要杀诸位将军。老夫实在看不下去，冒死前来为诸位将军放行。我还听说镇北将军的起义军已经兵临城下了。起义军？起义军？镇北王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对呀，他不死了吗？说来话长，镇北将军非但没死，还自建了起义军。他在民间威望极高，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啊。此刻即将攻城啊。镇北王没有死。镇北王没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诸位将军，诸位将军，诸位将军，恕老臣直言，老臣以为只有响应镇北将军，杀暴君，立新王，才是诸位将军唯一的生还机会。
也是我大晋的未来和希望啊。如果老臣说错了，老臣甘愿受死。大人，张尚书，快请起。张尚书，请起啊！请起，请起。张尚书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放我等出去。我等之前多次误解张尚书，实在是我等有眼无珠，不识忠臣呐，还望张尚书原谅啊！请张尚书原谅。不可，请张尚书原谅。我等都是大晋的臣民，为大晋受这点委屈，算得了什么？哎呦，老夫也不是全然无辜啊。若是我能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。快快请起，不要折煞老夫啊！啊，快快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诸位将军，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还是要早早的做好准备呀！啊，对呀，如今情势紧急，尚书大人的大恩大德，我等来日再报。哎，等我等回去整顿兵马，占据城内，到时候内外呼应，镇北王以排山倒海之势，除暴君，立新王。对，除暴君，立新王。镇北王，是咱们镇北王吗？怎么还戴着面具啊？镇北将军因作战容貌受损，戴上面具也是无可厚非，将军不用少见多怪。兄弟们，司马洪昏庸暴戾，穷奢极欲，陷害忠良，今日我们到达了皇宫门前，你们的好日子就要到了，跟着我进去杀了狗皇帝，还大晋王朝一个太平盛世。杀了狗皇帝，杀了狗皇帝。王爷，干脆杀了狗皇帝，兄弟们用你称帝吧。佛爷称帝吧。称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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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称帝。我楚北捷乃是忠君之臣，只能自立为帝，今日皇天厚土为鉴，我楚北捷在此起誓，今生坚决拥护司马氏，不会自立为帝，绝不让这个大晋江山改姓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废话少说，我们就冲进去，踏平皇宫，宰了狗皇帝，除暴君，立新王。撤！撤！两位将军，请。好，走走。什么人竟敢挡本王的去路，赶快离开。哎呦，
上，没死，是啊，赶快让开，要不然我杀了你！白平亭，王爷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他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他只是什么呀？我应该认识他呀。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呀？赶快离开，否则休怪本王的刀剑无眼，不怜香惜玉了。王爷被火烧了一圈，怎么变成了一个藏头露尾的小人？竟然连娉婷都不认识。你到底是楚北捷，还是一个冒牌货呀？这有可能是个冒牌货，胡说八道。他不是这名字，到底是谁啊？是啊，一派胡言。我胡言？把这个妖女给我抓起来！张尚书，来人！抓起来！你别听我，抓起来！张尚书，尚书大人，各位将军，不行啊！不要被妖女所迷惑！尚书大人，把他抓起来！动手！啊！什么人？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只是他们，是燕王。燕王，燕王，他是燕王派来的。燕王，是燕王派来的。是燕王派我来的。发号施令，老臣誓死相随。太尉，快快请起。各位，听闻大家因楚北捷而来，都是为了大晋的江山永固而战。如今的陛下被奸人所害，囚禁在皇宫之中，只相信北捷一子。北捷承诺大家，还给大家一个黑白分明的朗朗乾坤。城守将军何在？末将在，镇北将军有何吩咐？请将军带领你的军队和起义军立刻回到城门，准备迎战燕军。末将遵命。太尉对大晋忠心耿耿，还请太尉带兵与北捷一同入宫营救陛下。是。快点。不好了，总管！不好了，王总管！快来人呐！总管，不好了，王总管，楚北捷来了，我们快跑吧！楚北捷，打你个楚北捷！慌什么？
总管，是真楚北捷呀，我们快跑吧！混蛋！你们一个一个给我看好了，都在这儿不许动！楚北捷，长得还挺像的嘛。逆贼，你看清楚了。你，妖女，你，众将士们，保护东南阁。是是，走。还是我先进去吧。该来的终于来了。是要来送本王上路吗？罪臣楚北捷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双儿，他说他是谁？他说他是楚北捷。我愿意为你死了。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脸。回来就好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江山给你，饶本王和双儿一命。陛下，我是楚北捷，我是楚北捷，陛下。杰是你和太后在20年前留下的那个孤儿，是你一手培养，与你同时同寝的手足。臣不会要你的江山。北杰的命是陛下给我的，若是有谁要陛下的命，北杰会让他血染剑刃。真的是你？是我，北捷。陛下，
北杰，北杰，北杰。我回来了，陛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宁儿，赶快收拾。哎呀，父亲。父亲，乖女儿，来不及了，快随父亲走。我不走。不走怎么办？事情已经败露，被抓到是死路一条。趁现在他们还顾不到我们这边，走还来得及。我不走。你，我跟你不一样，就算事情败露，我腹中乃大晋唯一的血脉，谁敢拿刀子架在我脖子上？你肚子里是什么东西？你自己最清楚。你知道外面的局势有多危险吗？为父已经没有能力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借一胎龙子出来了。为父的事，十有八九会连累到你。乖女儿，这个时候你就随为父走吧。你放心，咱们有银子，就算离开皇宫，为父也不会让你吃一点苦，保你一辈子锦衣玉食。我不走。龙胎的事我自己想办法。你，我不要做亲妇，我不要一辈子东躲西藏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做的事与我何干？我将是大清最尊贵的女人，我要母仪天下，一个就要成为王后的女人，怎可能容下一个谋逆造反的父亲？父亲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而我的孩子一定会让我登上王后的宝座，他将继承大晋的王位，成为千千万万人敬仰的王者。父亲，你若还认我这个女儿，帮帮我。父亲，你说过你是我唯一的依靠，坚强的后盾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帮帮我，帮帮我父亲。
你懂了就好。怎么样了，夫人？夫人果然神机妙算，一切都如夫人所言。燕军虽然突破了三分燕子崖的伏击，但主力全部撤离，陆克只带了少量精兵来到城外刺探军情，并不恋战。现在燕军已经全数撤离。白姑娘果然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真乃当世诸葛。老臣代我大金子民感谢姑娘。陛下，请白姑娘入内。是。陛下，白姑娘来了。好，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臣携妻白娉婷叩见陛下。白姑娘，过去的事情本王有很多不妥之处，还请白姑娘给本王一个弥补的机会。陛下，本王每次看到北捷，总觉得他是本王的一面镜子，在他的身上，本王看到了自己原本该有的样子。本王羡慕你们，祝福你们。谢陛下隆恩。楚北捷白娉婷听旨。臣接旨。镇北将军楚北捷救驾有功，骁勇善战，早为大晋立下赫赫战功。前有破攻白兰两军之功，后有平大晋动乱之劳。着令自今日起恢复爵位，世袭镇北摄政王，赐免死金牌。其妻白娉婷智勇双全，神机妙算，慈善仁厚，屡助镇北王立下大功，现封你为一品诰命夫人。除此之外，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心愿吗？回禀陛下，臣只有一个心愿。但说无妨。臣恳请陛下收回封赏，允许臣携家眷归隐山林，从此不问世事，悠游此生。你这是请求陛下成全。
既然如此，如你所愿。醉几招。寡人数月以来，纵己沉于国丧之痛，守宁臣所获，疏于朝政，行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令良将蒙冤，置百姓臣民于如此危机之境地，时事不可追悔，难辞其咎。今忠孝患寡人之良知，羞愧难当。寡人愿以一身承天下之灾祸，其百姓安康，实所愿也，甘心无吝。从今日起，寡人当洗心革面，勤于朝政，清理朝纲，铲除奸佞，为我大晋鞠躬尽瘁。此诏众臣皆见，他日若有违背，皆可以召见之，寡人绝不为之。钦此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是我唯一的依靠，坚强的后盾。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帮帮我，帮帮我父亲。陛下驾到。吾王万岁万岁万。
众卿平身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特来请罪。臣妾愚钝，不知张文章作恶多端，未能及时规劝，酿下大祸。如今张文章夜以自裁，臣妾亦以知罪，本应自尽，才能解除心中愧疚，以平民愤。可臣妾身怀灵儿，不敢自戕，请陛下责罚。北捷，他说什么呢？回禀陛下，贵妃娘娘说，张尚书已经自裁，请陛下念及娘娘腹中龙胎，从轻发落。小路子，陛下，去吧。是。娘娘，陛下说你要跪，就到边上跪，别挡着道了。啊？不，挡道？嗯。我挡谁的道了？喏。皇后大行，中宫奉位，空悬已久。今淑妃陈氏，素雍德茂，温义恭淑，有柔婉之行，娘娘既表于天姿，有恭俭之仪，犹可施于嫔侧。着册封为后，亲赐金册凤印，为天下之母仪，内御后宫中嫔，以兴宗室；外府内宫，以明法度，以尽贤臣，四海皇天，纳德是一，无负寡人之命。天禄永终，钦此。臣妾拜见陛下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放开我！手儿算什么？陛下不会不顾我的皇子。娘娘，娘娘，陛下，娘娘，陛下，娘娘，陛下，快回宫，快走，关门，关门，快快！拜见皇后，皇后千岁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
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快起来吧，地上凉，孩子要紧。我什么样子，还轮不到你来关心。我隐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时狂放，我自伤一直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。天微亮遥远地方，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，沙场又爱上流淌在黄土之上，为战而战，为生而战，为你抵挡，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，盔甲肩膀黄粱悲壮，别忘记我模样，无我无名无常，随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，别远想象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，烈日当空心灼伤，我永不降服，为战而战，为生而战，为你抵挡，对月仰望，天呐喊，对你疯狂，盔甲肩膀黄粱悲壮，别忘记我模样。